我都快。我这样像不像那种东北来的那种，东北的那种？这样是不是很像那种东北的？Hello，晚上好呀。今天的妆，我觉得他们给我画的有点奇怪，对不对？进去打算穿着我的应援服去找我，广州有点冷，这个我的应援服是不是只有夏天的呀？建议你里面再套一个东西再穿，太冷了，我要死了。然后我又懒得动，我今天就是拍完之后我就一直坐在这里，然后吃点东西，然后一直都没有动，实在太懒了。对，我在横店。就立马把我召唤回来，然后说召唤，我就得回来了。你们知道这里有多冷吗？就冷冷的，我感觉跟北京差不多。我演啥？我演一个侍女。正在吃东西，口红都掉了。明天开始升温了。好的。对啊，广州冬天，但还是很冷啊。就是去年的时候，我比武时也在广州，但是还是得穿个东西的。你是刘贤卿哥哥，你可太好笑了。刘贤，我看他在房间里说他们在吃好吃的。今天不是拍戏拍照了，但是还是做了发型。还是化了那个妆。哎呀，太冷了，我好冷。在北京还有暖气，在这里就连个暖气都没有，在这里瑟瑟发抖。房间有空调，但是你只要把房卡拔下来就没有空调了。本来叫了丹妮，还有江山。我们准备想去的，然后结果丹妮说她明天要很早出工，所以她先睡觉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去了。然后我就觉得好无聊啊，然后我就开直播，因为我懒得动，我本来想去卸妆的，然后又没去卸，因为太懒了，冬天又懒，然后我本来说我要减肥的，然后太懒了，我就连减肥我都不想减。其实没有，其实我本来早就想直播，然后在北京，我每天想着我什么时候拍个照，然后
什么时候开个直播，然后可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北京待着待着，然后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可能在北京都每天都有人跟我说话，跟我聊天。对呀、啊，就是还能跟刘贤待在一起吧，然后在这里就没有了。对，在北京，我在北京的时候。因为我发现我最近对猫过敏越来越严重了，然后就怎么来着？哦，我就每天都在擤，都在鼻子都在擤鼻涕。其实我到现在也有一点擤鼻涕，不知道为啥。然后可能我不知道我是动物感冒的，我还是对猫。过敏过出来的，所以就，唉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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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想吃奈雪的茶的那个什么呀？想吃它的奈雪熊宝宝，它里面有珍珠，然后它外皮是一个小熊，特别好吃，而且还好可爱，想它了。是的，红箭离异屋还好。为什么我觉得冬天了就人就会犯懒，然后就会什么都不想做。发现我就是这样的，我就冬天的时候好懒。对吧？我也是这样，加一就很懒，然后就不想动，什么都不想做，然后又不知道做什么，然后又觉得很无聊。我也是除了吃饭就想躺在床上看看剧，有什么剧推荐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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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我感觉我要冬眠了，而且我最近感觉我做什么东西都提不起劲，是不是因为，我就是感觉，我妈妈都说我最近有点太就是整个人看起来没有精神的样子，就是很没有劲。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对。啊，刚才卡掉了，sorry。因为我这边网不是很好，锻炼，对，我妈说让我去弄个健身卡，可是我都要杀青了，我在那个健身卡干啥呀？而且我真的不想动，
我本来是很有兴致勃勃的想去健身房减肥的，可是我现在真的不想动了。床上拉拉筋也不是不可吧，但那个画面太搞笑了。想点一份炸鸡，然后再开个打我通音一看，哎哈喽你来了，我在直播。嗯，哦，我在干嘛？我不就是在直播吗？哒哒哒哒哒哒，我现在在唱歌。哇，谢谢这位送我 SH40 Family。Hello， 呀 ，Hello， 晚上好呀。嗯，我觉得我应该算是吃过了吧，就是吃了两袋玉米片，又吃了一个娃哈哈。我本来想减肥的，今天本来就想吃点水果的，结果没忍住。嗯，挺冷的，你看我穿的东西就很冷。这位朋友为什么开始呜呜呜了？你发生了什么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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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谁说的比中心好啊？中心还有事情做，而且还什么？哎，其实挺好，只是我这个戏份太少了，我也想戏份多一点就好了，就会，嗯，就会好了。傻了，对不起。是吗？你觉得我变好看了吗？刘贤说我胖一点，因为刘贤说我胖一点就是说上镜，他说我胖一点显得整个人都有气色，而且还很看起来很气色很好。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因为我就是上公园之后，我发现我胖了之后整个人都变得很有气色了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的错觉。对，就是会显得比较可爱一点，就还挺上我们公演镜头，但是在我们剧组镜头里我就像一个大包子。我整个脸就像个大包子一样，就很丑。你还用了个成语珠圆玉润。对，我也觉得，就是因为我以前瘦，就是挺没有精神的，就整个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看着没有精神。虽然我现在也很没有精神，但是看起来就比以前有精神一点。站起来表面光滑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没有油光啊。我今天的妆真的好奇怪，我觉得你们不要看我的眉毛，看这个脸还行，不要看眉毛，这个眉毛很丑。
是呀，太适中就好。那你们觉得我这样好还是以前好？但是我看了以前的，我昨天晚上翻了好多公园录播，我觉得我还是以前好。晚上好呀，终于都冒出来了呢，我还以为你们都把我忘了。没有，去年的时候我还是很瘦的，冬天的时候。Hello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我以前的身材怎么了？我以前多瘦多好，现在就是个胖子。以前可爱，那我现在是什么？现在是猪。没关系，我现在，我回去，我拍完戏，我杀青之后，我就会把头发接长，然后我就把头发接到比以前更长，要接到腰，我要做一个长发及腰的女的，因为我看了看，我还是好像更适合长头发一点，所以我决定了我要去接头发，因为我没有长发及腰过，所以我想尝试一下。而且我不是马上就要毕50了吗？然后那首歌，我觉得我还是挺想长头发的，长头发跳的，真的，因为长头发造型会比较看起来更有造型一点，短头发看起来没有那么有造型，所以就想把头发接回去。会秃啊，肯定的，你知道我就是上次我头发接的时候，我头发掉了多少吗？掉了特别多。特别多，把把掉，我现在还在掉，疯狂掉。短发有点酷吗？真的假的？别接了，但是我还是，哎呦，我已经没有力气了手，就是我觉得我还是长头发好看，你们没觉得吗？好吧，你们肯定都说都行。戴假发会很假的，就没有那么真实。只脱发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头发就很容易掉。反正我在北京，我就拆了，把头发拆掉之后，每次洗头都要掉很多。其实我想它到，就是现在这个长度还是有点太短了，我想让它再长一点，不是很满意这个长度。而且他给我剪头发剪得有点参差不齐，就是这边长这边短，所以我准备再让它留长一点。我以前头发特别多，然后还很，就是不是细软发质。我以前头发还挺好的，而且还很黑。然后之后我开始染头发之后，发质就开始变糟了。然后每天都会，不是做每周都做造型嘛，然后各种烫啦卷啦，就把头发给弄坏了，就很伤头发，对，就很伤头发。作息规律一点，好的，就是我在横店拆的头发呢，我还当时我就想着，不是上次我回北京嘛，我想着我要给大家一个惊喜，就是一个全新的面貌，然后我就把头发拆掉了，结果拆完之后也不是
他让他帮我就说你不要给我，然后说你帮我修一修吧，因为当时差不多头发有点不大好嘛，我就说你帮我稍微修剪一下，但是不要给我剪很多。他说好，然后结果他越剪越来劲儿，然后我说你别剪了，他说我觉得你再短一点更好看，但是我就，然后那个 Tony 老师就，他就越剪他就越带劲儿，你知道吧？他就我说你不要给我剪很多，他说不不，我觉得你越再短一点更好看，嗯。唉，是 Tony 老师的字典里没有一丁点，而且他们会越剪越带劲儿的。售 麦子，你们知道吗？我昨天到，我不是昨天晚上到的横店嘛，然后我就很无聊，然后我就点了个外卖，然后我点了个外卖之后，那个外卖员给我送，他给我发了个消息，你知道吗？大晚上他给我发了个消息，就用美团嘛，我用美团点的嘛，他发了出来说，这么晚吃夜宵，吃东西会胖的，然后我就，你为什么要管我？然后我最近我觉得很胖，我觉得，哼。哔哔哔哔，我不想听你哔哔。然后他过了一会儿，他又发了一句说什么，大晚上的来这里好冷啊，然后我就又关我什么事？然后我就没理他。然后过了一会儿，他就把那个外卖送过来了，然后我接下来了。刚说到点上就卡了，手机没电了，你怎么这么机智？然后你们继续听，然后之后他就走了嘛，他就过了一会儿又给我发了一个消息说，小姐姐能加你个微信吗？然后发了一串他的微信号，然后我就，还有这种操作，然后我就没理他，我就觉得很搞笑。我要笑死了！你昨天晚上我整个人都觉得，我感觉我经历了人间迷惑，是的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外卖小哥，所以我就不想，我现在已经不想点外卖了，太可怕了。是啊，为什么还有这种迷惑行为？主要是他给我，就是那个卖家，他给我那个送的那个外卖还不好吃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我想吃辣的，我想要土豆，然后他给我做的那个，你们知道他用什么装吗？就是那个菜用那个方便袋装的，然后还特别不好吃。怎么弹幕还有一个，怎么还有一个人间迷惑行为？现在。难道我这几天一直都要梦到，就是呸，都要见到人间迷惑行为吗？滴滴打车见到碰到一个 gay 司机要跟你一起吃饭，那你厉害了。哒哒啦哒啦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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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那住，好难过，好无聊，还是很无聊，唉。本来可以跟玉，本来想跟美女出去吃东西，结果美女都没空。
上，我晚上吃了两包玉米片，吃了一又在就喝了一杯八宝粥，然后就没有事情做，就不知道要不要吃了。太适合吃火锅了，我昨天就跟刘贤吃了。怎么不吃点热乎乎的？因为我好饿呀，因为本来在等丹妮他们嘛，然后丹妮他们又没回来，然后他瘦了之后，他们就说又不吃了，所以就不动。下下周能回来吗？不知道哎，我应该回来吧。我就是会回来吧，应该不是应该吧。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对啊，该杀青了吧？我快杀青了，我就两场戏了，我就等着这两场戏拍完之后我就杀青了。不过我的计划是我应该会先。回家一趟，我要回家一趟，重新办一下我的身份证，然后办完之后，我再在家待两天，缓一缓，缓完了之后我就会再就会回北京。也不是休息，就是缓一缓。我都觉得奇怪呢，就是，就是回家待两天吧，毕竟我好久都没有去见我妹了，然后还有我妈。坐在这个冰冷的房间里，好冷啊！要不然我自己出去吃点东西。什么？你女朋友说我长得有点像她。看看你女朋友的照片呢？那女朋友一定是个漂亮妹妹。有空调，只是。我不想动，我在这坐着不想动，你知道吧？哦，对，我好像关不了直播了，哦，真的，尴尬了，手机坏了。完蛋了。完蛋了，完蛋了。你们现在能看到我吗？黑屏了。好了，又好了，因为我手机最近坏了，就很烦。强制关机，怎么关啊？
可是我这个手机上次修就修了好多呀，就修了好贵。对，我回去要让那，我要去找那个上次给我修手机的人，气死我了。上次虽然说我妈妈给我帮我修的，但是很生气。我跟我妈妈说好了，我说我不想换手机，要不然我就继续用，然后我就等新手机来吧。我妈妈说，我觉得你说的对，然后结果现在手机立马就坏了，说坏就坏，好气哦，我都没法玩闪耀暖暖了，要不然我这么无聊。换一个吧，好的吧，好的吧。我是哪里人？我是山东人。可是我还那个 vlog 还没剪呢，我要是换的话，我这些手机上的东西怎么办？就是很麻烦。你们说现在可以用5G 吗？现在国内支持5G 吗？可是我现在手机就是这块地方不能点，所以就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法剪 vlog，就是剪起来也会比较麻烦。把素材传到电脑里，可以吧？但是我不会用 PR 嘞，PR 看起来很难的样子。谢谢。而且我其实那个 vlog 我剪到一半了，只是没有剪下去而已。唉。谢谢你们怎么突然开始，突然都在送 SH40 Family 呀、啊？嘎嘎嘎！什么呀？SH Family。大家是相亲相爱一家人，哇，你们真的就不停了，虾子贵了，怎么贵？哒哒哒啦哒哒。几个 vlog，不，那是因为最后一期内容很精彩，也值得让你等，等待，所以我就不更，我就不更，让你们等。哎呀，因为前两期，你。那个看的人数太少了，然后我就没有动力了。真的很少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换了号的原因还是怎么着，我就觉得观看人数太少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为啥。你觉得是因为我换了号吗？因为我觉得我旅游那几个 vlog 多好看啊，你们没有人想喜欢看我旅游吗？而且我妹妹拍那个 vlog，她很苦的。
多人都不知道，我换号了。哎。什么还在送 SH40 Family？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气球的特效啊？我跟你们说个秘密，我这个手机你们送礼物我都看不到特效。我和我小伙伴的日常，难道跟我妹妹，我跟我妹妹不叫小伙伴的日常吗？我关了，嗯？怎么关啊？我都不知道在哪儿。没有啊，我没关啊，我没有关。真的看不到，我关了也看不到，开着也看不到。我觉得我真的得换个手机了，为了看到特效。看不到，好困啊。我困了，你们介不介意我关掉直播？那拜拜了。886。晚安。